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你都看不出来你跟宋浩宇的婚姻是一场骗局？他和你结婚只是为了抢走思甜的女儿。看看怎么样，结婚吧就要浪漫一点，要有气氛，是不是？来，随便看看，随便看看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起床了，再亲一个。哎呀，你是不是也对我很失望？是我太自大了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所有问题解决好的。还有，思乐他刚刚没事儿，一切都会起来的。我们离婚吧。爷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好不好？晨晨，你醒了。妈妈，晨晨还在睡懒觉。来，怪不得梅燕真的很像他。哎，妈妈，你要出走吗？出走？就是出去玩啊。晨晨，妈妈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妈妈要带轩轩回乡下去看看外公外婆。那晨晨也要去？晨晨不能去，因为爸爸不去，爸爸工作忙，所以晨晨留下来陪爸爸好不好？
晨晨还没睡够是不是？嗯，那妈妈再抱着你们一起睡一会儿好不好？好。我想和你谈谈。思乐，我想好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煮猪肉粥。离婚协议。我放床头柜上了。思乐，爷爷还没有醒过来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你可不可以等爷爷醒了之后，我们再聊这个事情啊？签字吧，我会带轩轩离开。思乐，我们在一起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对你的感情，你不明白吗？如果当初你没有爱上我，那我现在的下场会是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给我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可以弥补的，你相信我可以弥补的。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不要再逼我了。好，那我不逼你了。只是离婚协议我是绝对不会签的。是假的，梦都是反的，醒来就好了。对，一定是假的，醒来就好了。晨晨不哭啊，不哭，妈妈在呢啊。没事的，不怕啊，会好的。